voll! OK， 咁頭先睇個片段啦，咁兩位 shooter 都打得非常之好。咁其實我哋玩 two gun 啦，或者玩 museum 啦，好多時候啲走動嘅動作 ，OK， 走就唔講啦，大家都係咁走啦。最緊要留意鞋會唔會好跣啦。OK， 咁反而咧，第一個動作好多時候咧，啲 shooter 咧都會出現咗問題，就係執行個馬 ，OK， 跟住上槍 ，OK， 咁執行個馬上槍打得中其實冇問題嘅。最大問題咧就執行咗個馬，到上槍嘅時候咧就移動咗動作，然後再上槍。又或者在移動之中上槍 ，OK， 咁啊變咗有機會咧，就個瞄準位同埋個紅點啊射擊嘅位置咧就會有偏差。最正常嘅、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身體動作唔好喐，鎖住，然後就咁上槍瞄準射擊，咁就為之打完。呢個第一動作。好啦，到移動嘅時候咧就留意啦，各位，如果我企呢度上槍，嘣嘣打完之後咧，係需要垂低，然後先轉到。咁頭先大家見到 shooter 啦，好多時候都會由 target one 去到 target two 嘅 shooting point 一二就會出現咗就係 boom boom， 佢係唔使點喐支槍嘅，咁啊已經可以過到去第二個位置啦。各位唔喐支槍，唔上唔落，咁於是就慳翻啲時間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啲位要窄嘅時候，當然要喐啦。移動支槍有幾個方法，第一我哋 boom boom 甩咗膊頭，然後睇住支槍走；第二嘣嘣垂低少少走 ，OK。最愚蠢嘅走法咧就係一垂垂到咁低，埋到嚟 shooting point， 然後先升翻高支槍。好啦，垂低就唔見咗零點五秒，升翻上嚟又唔見咗零點五秒，咁啊最蝕底啦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瞄準射擊，嘣嘣，然後 finger out 支槍連埋個身體移動過嚟 target， 嘣嘣。各位喐得越少，瞄準就越快 ，OK。啊，今晚。分享到呢個位置啊，多謝大家。請大家留意咧，我哋 Yellow Museum 以下嘅 channel， 我哋仲有好多片段同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一個射擊活動有咩方法最簡單、最直接完成個射傳。多謝大家。